道具准备东西很好吃。我现在已经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了。就是，淡定。你吃大牛肉，我喝白面条加葱花。好嘞，给你，我给你送两片牛肉面。那干两片儿。真没有。哎，怎么了？不可以啊、哦，不能吃道具，谁也别吃道具哦。